可以可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精啊！来，拿着标的机。Standing here alone today, a thought within my head is growing. I really couldn't ever say what it could end up doing. It could make me reach for the. 对，我今天只有带一颗镜头，然后比较没那么广，所以我的人可能会看起来很大。各位早安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今天参加一个所罗门的一个进行活动。现在我人是在靠近瑞芳的山雕岭车站，是唯一全台你开车骑机车是不能进去这个车站的，一定要靠走路，还蛮特别的一个车站，而且它车站就是盖在山壁的旁边，而且前几天天气都下雨，今天出大太阳。就刚刚我是这个礼拜才刚刚看到太阳的，太幸运了，天气太棒了，太好了，不然我在家里都快发霉了，你知道吗？做影片做到快发霉，难得今天出太阳，这边好像有一个国小。美丽的女向导会参加我们队伍中间，这个 Y 好像走完哪几段？男二段，今天就可以上 A， 来回应该不到6公里吧。那刚开始呢，我们出发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小缓坡，小缓坡就开始平路了，就跟走个没多久就看到我们一个瀑布就看到。10:24，山雕岭瀑布，看一下。对，我今天只有带一颗镜头，然后比较没那么广，所以我的人可能会看起来很大。没办呢，只是不大啦，小小的，十分瀑布比较漂亮。今天他们有鞋测，就是 Salomon 他们有一双新的Outline 的总统的鞋子，他大概提供了20双的鞋子给我们大家去试穿，然后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黑色，那基本上它的礼遇是放于像我们今天一天的交山的行程，而不是那种重装的，所以它当我拿到的时候是超级轻的，然后它外形就是比较偏窄管，它不会像之前我们的鞋子就是很宽，比较宽酸的。看不到才麻烦的，看不到都要弄啊。然后这边的路线不太难，北跟他们都会弄会塞北，哎呀，他们就厉害。你唔敢行，他就讲行，咱迈行紧啊。哎呀，慢慢啊行，慢慢欣赏就好啊。啊，无做者老人吼，连出来都唔爱出来嘞。对啊，你啊，我两个老人爱戴咯。啊，两个袂歹啊，爱考爱戴哦，袂歹。哈哈哈哈哈，袂歹袂歹。哎呀，人啊少就行，像我阿嬷哦，拢安那少买拢买。拢买吼。拢伫等厝底下看电视，拢卖出来。啊，
个小时，我们才来到第二个瀑布，这个就很壮观了。这个有点像三零七的那种瀑布的感觉，然后它下面又有一颗大石头，我觉得很赞。然后天气又很好，我们走，我们会停十分钟，停十分钟让我们拍照，因为很多人，有六四个，然后上面好像还有一个步道，要等一下过来，这个要过来，对，这个很漂亮。然后前几天都下雨，这礼拜都下雨，只有今天出太阳，所以刚好就水量应该算是比较充足的。Standing here alone today, a thought within my head is growing. I really couldn't ever say what it could end up doing. It could make me reach for the stars or sink into the depths of the ocean.貌似要来了第三个瀑布，刚的源头是这边，刚刚这边还有一个，然后好像要过溪耶，那是不是？不用吗？哦，哦，我们是往左边。不要过溪的小金子人哦，我这边蛮滑的哦，过溪小金子人不是滑倒的。哦，第三个瀑布，我这边水。啊，这也蛮漂亮的，它有一个池塘感觉，小池塘。是贵宾，好可爱。Hello， 啊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这个不错玩哦，这个很高很糟啊，看一下，这个跟昨天，这个跟昨天茶壶山那个有成比。你们昨天去爬茶壶山？我昨天去爬。哦，哎，那边是下来哦，所以从那边上去啊，那边下来。哦，挺高的。哦，一边放一边下就可以了。嗯，对对对。这样子就不用等的啦。啊，嗯，不然都会打死人。我们人很多，我们应该会被人家干掉吧？人办什么活动啊？都爬山都你们爬就好了。对啊，拍谁啊？拍谁？拍谁？衣服都路上捡的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大家都穿一样。我听说今天爬山就有送衣服啊。哦，对啊，不是啊，这个要还给他，他有没有也不要吧？原味的。对啊，也不要啊。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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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上面好像没瀑布了吧？哦 ，OK， 谢谢。右转，右转吗？对，好的。来这里，你要合拍吗？好。哎，这边是步道哎。刚刚那个是叫摩天瀑布。还有琵琶瀑布，还有琵琶洞瀑布。对，这边右转。我们刚刚是从山雕岭火车站，然后再走，沿着路线走来硕仁国小，然后沿着这样走上来。上面是土地公庙。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终点。刚刚问了向导，我们这边停了一个小时，一点才会回头走原路回去。哎呦，有鱼哎，好多，水很干净，很清澈。他就会哎，可以，有没有？要不要？好近啊，来，好漂亮啊！
而且里面还有个丝袜子哦。哎、欸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好猛哦！极限测试哎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！好，就让它飘吧，等下飘第一个瀑布，然后再去穿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让它太远呢，它要越来越远了。吃完饭记得要上去看一下，因为上去中午向导会煮咖啡。哦，有手冲咖啡可以喝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要参与一下，好。而且这边有网路，哎呦，我已经听到 line 了，我已经听到 line 了。刚刚下面没网路。右手慢点。哎，要不要吃这个好吃的？哎，用完一个就会拿去。不好吃，碎掉了。啊，这边还有。对啊。交换机，交换机，快快快！谢谢。不然拿了也很重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重不少吧。我有泡面来，是我们有泡面。你泡面那你怎么煮啊？你有带炉子吗？哦，你说科学面啊？我以为泡面是什么鬼？喂，要放的，它的滤纸。嗯，如果咖啡粉都在家里先磨一下。它通常我们用这个装啊，是最轻的，就这些啊。哦，就绿豆那个咖啡粉。对，这个也是大创的。通通大创。大创系列。炉头，热量的话就两。嗯，了解。这是纯粹的煮茶。嗯。就是红茶，对红茶，这边有纸杯，好，纸杯，这样上来，好，向导，向导非常好。刚刚听向导说，我们刚刚上来是木梯，他就说那边是铁梯，说比较好走嘛，试试看，今天不错，就每一个向导都有一个来帮忙看，谢谢你们，哎，不客气，真好，人漂亮，然后又保护我们，你太会讲话。我是说实话，因为你的衣服真的是，因为今天早上集合，三个在那边粉红色，超不灵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好，对啊，哎呀。凤梨哦，好，那可以来。我们有时间吃吗？我们可以带过去啊。哦，好，凤梨冰啊。凤梨冰啊。可以点是在里面点吗？是，里面有单子哦。看什么？嗯，然后歪歪上面一堆倒片。会不会凤梨冰更厉害啊？其他的凤梨冰。就是他做的这个，这个就是主角。嗯，凤梨的也不错。哇，两个都不错，夏天的滋味，凤梨很夏天的、欸。来，还有一个，好来来来，好来，好吃，拜拜，两个都不错，栗姜冰跟凤梨冰。这里是有冰吗？那不是，哎，我们是什么？可以再加耶，谢谢哦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赞赞，好壮观哦。两个都推，两个都推。对。不行，就不能吃太多。应该不是啦，他停左边呢，是吗？吃吃他，吃饼吃到赶不上火车。车上再见。啊，走了。哦，烦呢。不是三点半吗？现在3:22而已。10月12号大改点，是啊，早就改了，他早早就改。10月22号，他已经改，你要不要拿时刻表？我去看。好，没关系，改成，因为我们没有常来，啊，就他改时间。